邻居懂猫猫，别只是坏邻居，我不能让他抓到了。哦、看坏邻居家，表姐的小黑屋里东张西望的，这邻居看着就不太聪明的样子。不好，被表姐发现了，赶紧跑！西瓜妹，你刚才说的话我可是听到了啊！待会儿你要是被我抓到，哼哼，棍棒伺候。表姐，你别吓我，我刚才什么都没有说，你一定是听错了。邻居家门已经打开了，赶紧休息找个位置藏起来，其他表姐千万别伤到我。我来了，小白妹心虚了吧？溜这么快，我猜猜。是不是躲在餐桌底下的暗道里？哼，竟然没有，那肯定是从窗户这里跑了。我追。哎、也不在这个小房间里呀。啊，好险好险，就差一点点。我懂了，在电视机的地毯下面。呵呵，抓到你啦。怎么都是假人呢？哈，赶紧猫吧，我才不会躲在地毯下面呢。一旦被发现，连逃跑的地方都没有，躲在那里就是瓮中之鳖。问题不大。我家就这么点地方，一个一个排除总能够找到你的。小表妹，你就等着吧。哼，我还可以转移阵地呀、啊。这点位也没有逃跑的天然通道，丢丢丢了。这些窗户好像都不能出去，只能冒险卡沙发出去再溜走了。我去，贝贝刚好转过头来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你当我是瞎子吗？跑出来自投罗网，不抓你抓谁呀、啊？嘿嘿，我打。啊，表姐不要呀、啊！我就不应该跑出来。轮到我当邻居了。发现你还有10秒钟，10秒后我就要来抓人了。这么快？不行不行，我还没有藏好呢。小白妹，你再等等。我不要，时间到，出门抓人了。啊，我表姐，乖乖出来的话有糖吃哦。吃吃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。哼，非逼我拿出10倍呀！从喷泉这上房顶看看，吸吸出烟点。好吧，啥也不是，啥也没有。对了，水池有个人，不会是表姐变的吧？我撞，原来是我起来的生物蛋。水池外面开门就是虚空，这么好的点位，表姐都没藏，但实际上只有一个，肯定是跑回我家了。那你回去看看。好家伙，果然躲在我家里，还躺在我的床上睡大觉，真是胆肥。给你一拳，便邻居慢慢睡吧。被发现了，下巴妹是怎么找到我在邻居家的呀？表姐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用老套路躲猫猫？活该你被抓，又轮到我躲了。刚好利用下地图里的假人，我换成另一个样子躲在水池里。门外还有个假妮妮，表姐看到有只手伸出来，肯定会以为门外的才是我，而真正的我就躲在水池里，离猫换太子难捏了。邻居出动，这次表妹肯定会藏在一个无敌点位，专门挑各种角落找一找，肯定能够把小表妹给找出来。厕所里找找，暗道里找找。来了来了，千万要淡定，不能露出破绽。水池里好像有人呢，找到表妹了，妮妮，我还以为是表妹嘞。一动不动的，肯定又是假人。小表妹到底藏哪了呀？你表姐果然上当了。嗯，表姐回头看，你明显这个假人就是我，真的不能认真。嗯，臭表妹都说是假人了，还想骗我？等等，门外有只手，正常的假人是不会出现在这里的，肯定是表妹变的。我打。嗯，不是表妹。啊，表姐我在这儿呢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我去，臭表妹你什么时候跑到我的身后来的？救命啊！声东击西成功。